520指的是5月20日，也就是今天。这一天本来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，但是因为它的谐音是我爱你，所以在中国，很多年轻人选择在这一天给喜欢的人表白，甚至是选择在这一天结婚，或者是办理结婚登记。女生们也都会收到男朋友送的鲜花，然后你就会看到朋友圈各种撒狗粮的。哈哈哈哈。